观众朋友，上集我们学习了第四版技术中的接正手位长球后抢攻和相持战术的反手位压反手攻正手、压反手攻中路、压正手攻反手、压正手攻中路、压中路攻正反手，以及正手位压反手攻正手。好，下面我们继续学习相持中的战术，欢迎收看。同学们，现在我们学习正手位的压反手攻中路，先看我示范。正手站位压反手攻中路的战术，是在连续用直线攻压对方反手的情况下，突然攻对方中路，使对方较容易产生失误。好，下面请同学们练习。何飞同学，好，傅雷同学，压反手的时候稍微有点失联啊。好，吕涛同学，好，何诗同学，康丽同学，注意一定要是攻中路。张泽同学，请观摩运动员在实战中压反手攻中路的战术定位。现在我们学习正手位攻正手变反手，好，看我示范一下。压正手攻反手战术，是在拉开架势相互正手连续对攻斜线的情况下，一方主动先变直线，另一方则常常猝不及防。好，下面同学们练习。变直线的时候突然一点啊。很好很好，稍微有点质量。请观摩运动员在实战中压正手攻反手的战术应用。这项比赛结束后呢，将是短暂的发奖仪式。现在我们学习正手位连续攻变中路。好，我给同学们先做一个示范。压正手攻中路战术，是利用中路球较快的特点，
使对手来不及做回击的预备动作，就结束了战斗。好，下面请同学们练习。何飞同学，请观摩运动员在实战中压正手攻中路的战术应用。弧线球又拉起来了，连续拉正手，连续拉正手，连续拉正手，再拉正手，第五板再拉正手，邓亚萍站得很稳。现在我们学习正手位压中路攻正手，先看我做示范。压中路攻正手的战术也是对付快攻类打法的常用战术，主要作用在于打速度、打反应。好，同学们现在做练习。何飞同学，现在我们练习连续正手攻中路变反手，先看我做示范。压中路攻反手的战术同压中路攻正手的作用相似，攻中路一般对方会用正手去对付，突然变为攻反手，对方往往来不及调整，措手不及。好，下面同学们练习。贺飞同学，压中路。好的好的，
请观摩运动员在实战中压中路攻反手的战术应用。你合不上他就出力，所以对你没有太大威胁，所以自己要少失误啊。这一板还是有威胁，好的，这里同学们，下面我们学习削球的相持战术。首先我给同学们示范削反手变正手。削反手变正手战术是一种以线路变化为主的战术，削反手斜线变正手直线，使对方在大幅度移动中造成手法失误。好，徐玉同学练一下。请观摩运动员在实战中削反手变正手的战术应用。下面我给同学们示范削反手攻正手。削反手攻正手的战术不仅是线路由斜变直，扩大了对手接球的范围，并使球在速度上有了变化，使对手回球的难度就相应增大了。好，徐旭同学。下面我给同学们示范削反手拉正手。削反手拉正手的战术同所有战术的构成要素一样，贵在一个变字，变化的因素越多，速度越快，战术的作用就会越大。好，徐同学。好的，这里下面给同学们示范削反手反手攻。削反手反手攻的战术在球的旋转落点和速度上发生了变化，这样就增大了对方回球的难度。好，徐旭同学。请观摩运动员在实战中削反手反手攻的战术应用。下面给同学们示范正手削直线攻正手。正手削直线攻正手的战术在线路旋转和球速上都有变化，这样就增加了对方回球的难度。好，徐旭同学。好。
面示范削直线变正手。正手削直线变正手的战术，在线路上是由直变斜，在旋转上变化不大，只是扩大了对方的接球范围。但这种战术在相持中也是常用的。好，徐徐同学。下面示范削直线拉正手。正手削直线拉正手的战术，在线路上也是由直变斜，在旋转上由下旋变为上旋，在球速上由较慢变为较快，也是相持中常用的战术。好，徐徐同学。下面给同学们示范反手削直线变斜线。反手削直线变斜线的战术也是常用的战术之一，变化的因素是在于线路和落点上。比如在旋转上有较转与较不转的变化，战术的质量和作用就会相应的提高。好，徐徐同学。请观摩运动员反手削直线变斜线的战术应用。邓亚萍是打第二场，杨颖打第一场。杨颖在第一盘的比赛里面是战胜了尼寇，为中国队拿到一分，现在中国队以1-0领先。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二场比赛，中国队出场的是邓亚萍。观众朋友，本集我们学习了相持战术中的正手位压反手攻中路，压正手攻反手，压中路攻正手，以及削球的相持战术。下集我们将继续学习削球的相持战术和打法类型，欢迎大家到时收看。